他们知道你在这儿吗？这儿可是我们的家，我们的地盘，有什么必要偷偷摸摸的？倒是你进去之后手脚轻点，可别被发现了。怎么进去？别人说你知道。对，车库，走后面。但是记得悄悄的。哎，哥们儿，里面有什么动静吗？我们来了之后，一切正常，没人来也没人出去。 他们出来过，找过一次补给。快，别浪费时间。看腻了。 什么都生气，生气就对了，哪个狠人脾气不暴？
生气就对了，哪个就不能让我歇会儿？操！别找不痛快！弄死那傻逼！就不能让我歇会儿？操！去不行吗？别找不痛快。
臭虫在哪儿呢？把那只臭虫给我找出来！想飙车寻死随你，想干完我们的活。OK， 我进来了。好，记住，先找那辆车。行吧。走廊有探头，躲着点。早坏了吧，这个。营长不是早就慌了吗？修好了，动物帮不是来了吗？等等，刚刚是谁？你以为呢？难道是我们找的黑客吗？多亏给你加了 SE， 目前没事。就是说，他知道我来了。
结束了。有份大礼，你出来呀、啊！出来就送给你。出来，毛毛结束了。我这儿有份大礼，你出来呀、啊，出来就送给你。结束了。出来啊，给哥几个瞧瞧你那张大丑脸。别躲了！
出了吗？我保证不一枪弄死你。出来吧。Thank you.
出来吧，我保证不一枪弄死你。把那只超兽给我找出来！大家好，一如既往，你的生意我关心。今天的节目，我们要走进摩尔科技。超兽在哪儿呢？把那只臭虫给我找出来！臭虫在哪儿呢？现在出来，给你个痛快了。害羞，小猫，小猫，快出！鬼鬼，我看你藏哪儿！
哎，怕什么呀？快出来吧！出来吧！我保证不一下弄死你！来真的，
来给你个痛快的。看到货车了，我到了，但是没看到黑客。我一直都看着呢，不用废话，你立刻接通那辆车。
到了。现在该告诉我要找什么了吧？太平州的数据图，他们是为了海参。他们是谁？网络监察，他们一直想搞我们。情况很糟糕吗？不知道他们拉了多少数据，但分布图并不完整，他们验证不到源头信息。他们到底要找什么？内部数据堡垒 ，ICE 被攻破，海参和全网就完了，一切重回巴特莫斯的黑暗时代。但你们也有网络爬虫，代码镜像什么的呀？对，也是他们想要的。OK， 那我该干什么？你要找到那个特工应该不难，看地图，他就在电影院里。闪开吧，别掺和家里的事儿。Ned， 怎么了 ，Persid？ 怎么了？通讯被切断了，他知道你在这儿，去找他。不能从网上干掉他吗？他肯定连着那辆车呢。他的防护太强了，我穿不过去。你必须亲自找到他。好吧，找到之后怎么办？你会知道的。那个特工想把你赶出去，动物王的人马上就到。从电梯井穿过去到大厅，就在左边。小心点，别被人发现。出来吧，我保证不一下弄死你。
什么情况？有敌人来了，马上扫描他。这么快？他肯定有弱点。
A.V. 没事吧？让我缓一下。你刚才跟这条死狗一模一样。谢谢。谁问你了？出什么事了？你觉得呢？五毒帮在耍你，你被玩了，他们拿你当网络炸弹了，这就是你帮他们的回报。 也没准是网监的人干的，五毒帮可能都不知道我活着。没错 ，Proceed 看到你，准保大黑脸笑开花。回去吧，找这帮王八蛋算总账。这狗日的真他妈杂碎，等着瞧。
Lucky Monkey Ball Alligator。我操 ，Live Evolve！ 你想找 Plusy？ 你是要找他吧？我能带你去。下次等我把话说完再走。Hersid， 那个王八蛋在哪儿？楼上。Placid， 我 present my vivant， 也比你我。我以为你挂了。
你早就算计好了吧？我没用了，但又没死，所以你想斩草除根？不对，你搞错了。莫斯里给你灌了迷魂汤。去他妈的莫斯里！我他妈自己不会看吗？我说对了是不是？链接丢失了，是意外。我看见你烧掉了那些特工的脑袋，别告诉我你不知道出了什么事，别告诉我是我自己看错了。你进入了交战区，被击中了。就这样，我必须先救我们的人，他们很重要。我也想救你的，但莫斯里太厉害了。Brigitte， 我要见他。有话就跟我说。活我干完了，咱们的买卖了了。Proceed， 我跟你现在说不着。阿塞，我们必须下去。事情还没完，网监还会回来的。你不是要带他去密室吗？他就是一块擦脚布。扫描你也看过了。我看了。Sotikonia。在杜特蒙索提。你支开 Proceed 是有话要说。我不想他伤害你，我是想保护你。你知道生物芯片的事对吧？对，而且要检查芯片。我的扫描你能看出什么？肯定比 Proceed 看。你能认出这个芯片，说明你之前见过。我们要检查你，你能活着回来都因为这芯片。Perseid 这个人呢，和我气场不合，我也不喜欢别人瞒着我。啊，还有，再让我听见有人说什么，什么来着的？对 ，Runner， 这他妈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以后再告诉你，这里太危险了，我们必须先到密室去。动手吧，赶紧把这玩意儿从我脑袋上取出来。哦，干壁大厦之后就一直在我脑袋里，我不知道谁能取出这芯片，还不让我的脑袋变成豆花。但你既然派人去偷，就说明你知道些什么，没错吧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怎么找到我们的 ？Evelyn Parker， 这名字耳熟吗？啊，那个姓偶妓女，原来是她绑的你，看来还不完全是个废物。我说，你到底能不能帮我？当然能，但不在这儿，要先去密室。你必须让我们接入芯片，等我们拿到想要的数据，会尽力帮你的。逗我呢？我做了这么多还不行？没有其他办法，必须先检查才能移出芯片。你们这是怕白忙活一场吧？嗯，我们一定会帮你，我保证。那带路吧。